你报什么报？乱报啊！叫到警察抓去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什么你？啊！妈，要给我看到啊！站住！ 找钱呢？先生，找点钱。大哥，找钱吗？谁说不要？这两百块可以买好几包的槟榔。大哥，走啊！是你。你去哪里啊？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买槟榔。到蛋糕店来买槟榔。<笑>买乖乖了。买乖乖？我看你啊，一点都不乖。告诉我，陈仲雄人到哪儿去了？那，
去，凄凉的孤单伴着我默默地祝福你，凄凉的孤灯伴着我默默地祝福你，愿我愿我吧，直到你愿我无期，只有忍着眼泪，千言万语只有一句，我还是永远爱着你。车祸的人要马上开刀，快来手术室。是，报告教授，今天是我妈生日，我先去交代一下。难得你有这种精神，你妈的生日哪年都可以过，那个病人不马上开刀，她明年恐怕就没有生日了。快来。是。怎么没看到陈振雄？将来一定是位出色的外科医师。谢谢教授，都是教授的教导，我会继续努力。难得你有这种精神，也许现在还来得及吃你妈的生日蛋糕。哦，不要忘记了，去问候她一下。谢谢教授，我走了。哎，主角来了。
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来玩这个游戏。你们猜猜看，现在到底是谁回来？废话，当然是郑雄大哥回来。你去开吧。那当然喽。来了来了。哎，郑雄大哥，请。啊，我说郑雄大哥，哎，你们两位先找谁啊？找谁？ 行行行，警哦，哦，我们是来找陈正雄的。来找郑雄哥？你们早上有什么事？我们是奉命来抓他。啊，哎呦，哎，你有没有听到要来抓郑雄哥的了？你是陈正雄的什么人？他是陈正雄的弟弟。希望你们不要掩护他，陈振雄现在是通缉犯，请你不要侮辱大哥人格，侮辱你大哥的人格。请问你？ 你了解你的大哥在外面做了什么事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他要做生意。做什么生意？这，老实说，他做生意是假的，犯法才是真的。 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那个了。来，我们吃东西吧。来，吃啊，吃啊，吃。怎么了？没有没有。刚才外面大声小声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事情是这样了，因为刚才哦来了两个刑警啊，他是这样讲的。哎呦！ 啊，过年啊，不是他不是说假套嘛，他是说过年了，叫我们哦要小心门户，因为呢这个火灾现在很多啊，叫我们要小心火烛，因为我们这个是木造的房子啊，要烧起来很快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哎，老太太，现在的警察技术是不错，大家吃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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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啊。 锦州，妈，哥回来没有？哦，伯母，刚刚啊，郑雄哥他打电话来说，今天公司很忙，可能走不开，他要我们先帮伯母过生日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，是啊是啊，好，那我们不要等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我必须要来见你。昨天的事，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要不是我过生日，求原谅，你自己不会去跟妈说？我有我的苦衷。妈妈生日就不重要。 你自己的事情才重要，这算什么苦衷吗？千错万错，
都是我的错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 这些钱拿回去，留着家用。至于开诊所的钱，我另外替你想办法。谢谢，我谁也不会拿你的钱。你说我不会再谢你的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心里明白。你说你在外面跟人家做生意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。好。 那么你告诉我，你在外面跟人家做什么生意？骗人！你根本就是骗人！你在当流氓，而且是个大流氓，流氓时的当前，我才不要！你说什么？什么当前？什么当前？你再说一遍！ 再说一遍，再说一百遍又怎么样？你现在是个通缉犯，警察都到家也要人了，难道你还不承认你是个流氓？我真不敢相信，我大哥是个流氓，流氓的钱是脏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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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钱！喂！ 要不是我，念的，我怎么会打你？真该死！我怎么会打你？起来，你可以打我，因为你是我大哥。还想不想再打？来呀！ 打，你打，来呀！正宗，你不要这样子好吗？你不先打，是不是？那我走了。正宗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叫你大哥了。等等，你不再叫，因为我是流氓，没有资格做你哥哥。 我早就知道，迟早这句话会从你嘴里说出来。因为你现在是医生，有一个流氓的哥哥，人家会耻笑你。我问你，从小学到大学毕业，谁拿钱来给你念书的？我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刮风下雨，桥被冲走，是谁背你过河的？ 我为了你牺牲多少？为了成龙，我不知不觉的沦落了。我也知道这样不应该，我又何尝愿意当流氓呢？你今天竟然对我说出这种话来，难道我愿意走上这条路吗？反正我跟你说这些，你也不会懂的。也好，只要有你为我们陈家争口气就行。 你说的对，我是没有资格当你哥哥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叫你弟弟了。流氓，脏钱，我又何尝愿意去赚这种钱？正宗，你实在不该对大哥说这种话。大哥今天会唠到这种地步，我看得出来，他心里一定十分的痛苦。你这样说。 有多伤他的心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你告诉过我，你们家因为有你大哥才有今天。你也说过，你有现在的成就，完全是大哥辛苦的栽培你。即使他赚钱的方法有点不当，可是他十几年来的一切，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刚才我为什么对我大哥说那些话？快追，快去跟大哥道歉，给他赔个不是。大哥，大哥。 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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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叫什么大哥啊？大哥
是你叫的吗？你配叫他大哥吗？大哥，你有资格叫他大哥？大哥，你想，我跟你讲，要是以后你敢对我忘恩负义的话，我就打死你，知道吗？师父啊，我理想敢对天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像他那么无情无义。无情无义，如果你敢，我就踹死你！走。大哥。喂，哪一位啊？是我。哦，郑雄啊。郑雄，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嘛？害我一个人好孤单，好寂寞。你现在哪儿啊？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现在外边风声紧得很，我需要钱，你帮我想办法凑10万块钱，我要避免风声。啊，10万块呀、啊？我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哎呀，这10万，这……你想办法帮我凑一凑。好吧，那我想办法。明天你到我这儿来拿好了。我不能到你那儿去。哟，干嘛呢，郑雄？难道还怕我把你吃掉啊？那这样好了，那么就明天晚上我们在老地方见。几点呢？哦，好。赵老板，你还真厉害，算得真准的。他真的打电话来了。你也办得不错。说真的，赵老板，这几年来你对我一直都很照顾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对郑雄手下留情。手下留情。能走啊，妈从抱一杯啊。这个事情如果让伯母知道了，不单是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啊！哎，你们知道呢？这个伯母啊，她有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啊。如果她心脏病啪发起来，那更惨了。哈，说的那么简单啊？建志问过了，要把郑雄哥出来要花60万呢。我看呐、啊，我们大家赶快想办法凑出这笔钱吧。啊，有了。哎，没有了。我是说哈、哦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
你有60万了？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这样的，亚芬啊，你爸爸有的是钱啊，你可以去跟你爸爸要嘛，对不对？这样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？陈主任报告得非常详尽，我也很同意陈主任建议，选派优秀工程人员到国外。开会，出去。董事长，我叫你出去，你听见没有？可是到国外，小姐她在外面。什么？小姐来了？爸，爸爸今天真是太高兴了。想不到你来看我，爸爸今天什么都不做，专门来陪你，陪你去逛街，陪你去买东西，好不好？爸，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，什么都不想买。那你，我要60万。60万？没问题，我马上开给你。哦，于远，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用？无论如何，你总该告诉我这些钱你要做什么用了吧？爸，你给我就是了嘛。亚芬，你只要用得正当，别说60万，就是600万、6000万，爸爸照样给你。爸，你到底给不给嘛？你是不是要把钱拿给抱着这个人？爸，你亚芬，我为了你，不能不对陈家多加了解。既然你一直派人调查陈家的事，专人随时向你报告。天下父母心呐，玉儿，没有一个天下做父母的希望自己女儿受到伤害。是。亚芬，你有没有好好想想？他知道你爸爸有钱，所以才跟你交往。爸，去抓侮辱正宗的人格好不好？他跟我的感情你是不会了解的。感情？什么感情？你倒说说看。就算我说了，你也不会懂的。我不懂，只要有钱，什么都能买到。什么都买得到？好，那你把死去的妈，把死去的妈买回来。在我念小学的时候，你丢下我跟妈到国外去。你知不知道我跟妈的生活是怎么样过的？妈妈病倒在床上，亲爱的爸爸，请您快点回来吧，我写过很多次的信给您，每次您都说要回来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呢？妈妈的病越来越重，您再不回来，妈妈就没救了。爸爸，我心里好害怕。您早点回来吧，快点回来吧，爸爸，爸爸！你终于回来，而且还赚了很多钱回来。可是妈已经死了，你回来干什么？爸，我要的是妈，我要的是妈，你懂不懂？我不是要你的钱的。我知道，爸爸错了。我再怎么向你解释，你也不会原谅我的。亚芬，你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。不过爸爸只有一句话，你绝不能拿给陈振宗这个人。我不拿你的钱，但是我总可以拿我母亲的钱吧。母亲的钱？不错，她只有一笔钱，是她省吃俭用替你留下来的。那你就拿给我吧。
拿去吧。等一下，亚芬，我可以跟你打赌，下次陈振中再向你要钱，就不止60万。说话有些过火，是因为伯母的生日你没有回去，所以他才不高兴。其实他的心里一直是很尊敬大哥的，真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不管他怎么忘记，我就希望他能够把我们陈家照顾好，把妈妈照顾好，我就没什么话好说。大哥，大哥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是这样子，我们要保你出去。保我出去？钱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叫郑宗。好，好，你等一下啊，郑宗。大哥，大哥，那天是我不对啊。回去是不要紧。大哥，我保你出去啊。保我？钱？钱都准备好了。钱哪来的？啊，向两位借的。你现在也学会了跟女朋友要钱。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叔叔怎么教你？你妈是怎么教你？我是怎么教你？大哥，我住口！我只是我弟弟问你，赶快把钱还给亚萍，否则的话，我一辈子不会认你这个弟弟。大哥，大哥。今天不一样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心浮气躁，这容易被激怒，一旦激怒那是很危险的。有人在激怒的时候，就很轻易地让对手抓住你的弱点。剑道，你好好的用心去分析它，从你的剑中，就可以看出你的内心。郑中。你要记住，在比剑的时候，你的心一定要用在剑的尖锋上。记住这个要领，要达到这个境界，得先摒除杂念，全神贯注，就像在开刀房一样。教授，我记住了。说话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把熊哥弄出来，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没了。我看你们两个人精神好像很好嘛。那当然。不过我告诉你们，跟本姑娘说话最好客气点，否则的话你我怕赵月啊。赵月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，为了熊哥啊，我什么事都敢做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。赵老板您好，对不起，赵老板，赵老板还没有睡觉啊，赵老板。当然是真的啊，男主外大丈夫，敢做敢当。对不起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真的是开玩笑。开玩笑，能不能把刚才说的话再详细的说一遍？说就说嘛，我说不敢说，我来说。我说的是赵老板了。
你不够意思。不够意思？你倒说说看，我是哪一点对你不够意思？扎板堆行，对不起。先拿去用。你这个人还算不错了，放回去，放回去。叔啊，这个可以用呢，放下去。是的，叔。叫你回去，你没有听到是吧？赵老板，我当官的虽然是混的是三只手，可是这种违背良心的钱，没有道义的钱，我一毛钱都不要。谢谢你，我走了。我希望你尽快把熊哥保出来，我当官会感激你一辈子。告辞了。叔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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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等我嘛！不准你叫我师父，少跟着我，走开！叔啊，我错了，但是你打我骂我都没有关系。叔父啊，拜托你，你不要不理我嘛，好不好？叔父好不好？不好。啊，你叫我师父，啊，我有你这种徒弟啊，我人格扫地啊。叔啊，为什么会人格扫地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？赵毅刚才是不是用钱想收买我们？嗯。啊，你就把郑雄雄哥忘掉了。呵呵呵，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呀？叔啊，我刚才这样做也是为叔叔着想啊，我们肚子饿了，没有钱啊，没有钱就没有饭吃啊，没有饭吃啊就没有力气啊，没有力气要讲什么义气嘛。郑中啊，有什么事情困扰你，说出来也许可以帮助你。没有，谢谢教授的关心。郑中啊，你妈妈好吗？很好。那你哥哥阿雄呢？哦，也很好。郑中啊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，为什么那么痛。郑中，痛从哪里出来啊？这啊，你要做身体的彻底检查呀。教授，没事的了，我还这么年轻，不会有事。也许刚刚闪到，也许刚用力过猛。郑中，你是医师，你却忘了应该有的警觉性，应该做彻底的身体检查。教授，你对我真好，谢谢你。我教了很多学生，三十年来你是难得碰到的人才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把你留在我的身边？我知道，将自己的所学造福人群，我永远记住教授对我的期望。这要等做切片检查以后才能知道结果。什么？要切片检查？难道这个很难说了？还是慎重一点比较好。既然来了，那就由你决定了吧。好吧，哪时候做切片检查，我再通知你好了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了。哎，你最近剑道练得怎么样啊？教授说，要全神贯注。
节奏。抓捕！谢谢你，还好你花钱多少？哎，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同情我，熊哥，我知道你在里面很痛苦了，可是这件事情我已经查出来了呢。我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，你不用插手。我看你们还是回乡下去做该做的事。该做的什么事吗？该收了，再继续下去的话，早晚有一天跟我一样进来。熊哥，你真的要？我打算出去以后重新开始，重新做人。难道你喜欢过这种生活吗？听我的话，回到乡下去，帮你爸爸好好种田，好好过生活。好，熊哥好，我一切都听你的了。可是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被弄进来啊，都是赵老板他一手干的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我不相信。哎，我不会骗你啦，我已经打听出来的啦。人家都说你现在在赵月的面前连一点利用的价值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但愿事情不是这样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，三公，听我的话，回乡下去好好种田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出狱以后把你三只手打成了一只手。为了你啊，一只手就一只手，我也心甘情愿的。起来吧。好。东东，你还要不要再加一个蛋？不用了。振东。嗯，振东，是你啊，来。振东啊。哎，亚飞。来了刚好，我们也正在吃火锅，来，我们一起吃。我再去帮你拿一个碗筷啊。不用不用不用。跟郑中有点事情要谈一谈。亚文，我跟庆东出去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好，走吧。这一段有一些骨骼异常新生和破坏的现象，你再看这里，这边破坏的最严重，我想你应该猜出那些是什么了。总该对我说声。
爱是什么？是否已成回忆？就算千错万错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